Hello， 好，話咁快，翻嚟第三節啦，第二集嘅最尾一節啦。咁啱啱講開史提兄，係，仲有啲咩想知啊？你我反而就想知道我嚟緊即係譬如喺錢財啊，同埋啲即係我今年。今年三十六啦，係啊，今年三十六，係。哦，你行得硬定喎？但你啱啱話過去十年係好差噶嘛？但係我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咧，我一直好想知嘅就係咧，我自己感覺到咧，譬如我到就算即係我爹哋過身之後嗰幾年咧，屋企係好差嘅。跟住之後我到壓韻啊嗰陣時就因為。開即係嗰時仲，因為仲讀緊書啊，咁所以屋企冇經濟嗰個支柱啦。到我出嚟做嘢，同埋我阿哥都出嚟做嘢之後咧，咁屋企嗰個經濟好翻啲啦。咁嗰幾年就會比較就感覺上好似順翻少少啦。但去到一個轉捩點就差唔多到28、29、30歲嗰陣時咧，到而家咧，我發覺到真係好似冇乜運咁樣，成日覺得個人係。同埋錢又唔係好儲得到啊，或者有時想做啲嘢又好似做唔到啊，即係好似有力不從心，或者想做一樣嘢就係要兜好大個圈都未必做得到咁樣咯。成日都覺得好似頭撲咗黑啊咁樣，有啲咁嘅感覺咯。成日都我問阿你以你有限知識，有限知識係眼神啊嘛，行到眼運嘅時候，但係三十歲應該唔係行眼運嘅喎。三十歲行咩運？未運啊？啊未運係咯，佢仲有喎。因為衰係咩咧？佢啲眉好多啲嗰啲眉頭大尖啊！即佢所以屋企好多負擔嘅。啱啱佢講咗自己眉頭大尖就呢個位一撇兩撇三撇，逢親呢個眉頭咧，一般以前嘅舊陣時啊，呢個眉頭攞得啲一支支撐出嚟。哦，即向咁樣撐曬出嚟。又咁樣打橫撐。好啦，呢啲個眉頭大尖，以前咧再舊啲年紀嘅時間咧，眉頭大戰多主佢要負責屋企兄弟姊妹嘅嘢，咁但係依家就少嘅，但係反而就話佢眉頭大戰第一分析力強啦，講過。第二件事就係嗰個有文學性，第三件事其實眉頭大戰嘅人咧多主要負責屋企嘅比較多啲。都係，好啦，咁所以變咗佢冇乜錢儲到咧，即係第一屋企嘅負擔比較大。第二樣嘢就佢個眉間比較窄。是不是小氣啊？是不是真的？未必是小氣的，但是他人恩怨太分明，此一。第二就是奉我自己。他這兩個，他這個有點眉低壓目，你看到嗎？嗯。眉低壓目，怎麼知道你？眉低壓目。他呢，他要閉上，才接近放你的手指，打開呢，放不到你的手指閉的。他這些眉低壓目就是整條眉運三十歲開始一路，他的眉又壓住眼，眼又對著頂住眉，所以這種眼上眉傷呢，你說所以你這些眼運走到40歲，所以你都是這幾年加油啊。那他行鼻運會好一點呢？行鼻運最後的問題就是因為他眼有尖，所以對穿了41、42歲，所以41、42歲前呢理論上都是洗牌，洗曬牌之後咧，再重新嚟過。哇！呢個真係所以問你正職做緊邊行？我正職做洗手嗰啲影印機嘅，我就做 surface 嗰邊嘅。係咪越嚟難做？依行係難做嘅，越嚟越難做。係夕陽工業咯，我成日都覺得呢個。同埋啲客越嚟越少啊嘛。係啊，因為做影印機所以其實佢條眉個眼上咧，代表佢做緊嘅嘢真係越嚟越差。因為如果唔係你唔會咁跌落去噶嘛。所以佢眼壓住之後咧，同埋我咁樣睇咧，你做多多年㗎呢行。係啊係啊。所以佢轉工好困難。係。因為你眼壓咗咁耐咧，其實諗緊轉工諗咗好耐㗎啦。係。想轉工要隨手想了幾年了。是啊是啊，但是即都有試過找些工，但真的又是不對。所以你就是困在這個眼相上面，我們走到過了40歲才41、2、3歲才有些眉目，才有眉目的洗牌。所以你如果你要做只有兩個方法，一你有沒有讀書入面先？沒有，當然有讀什麼關做事的事，不關做事的即係唔信就冇啦，即係你即係你唔係無，你話無聊嘢唔關事啊。我再講一次，即係如果你想轉行咧，第一你真係讀書，進修。但係你係好唔中意讀正經嘢嘅人嚟嘅，因為你個額頭斜曬就知噶啦。係。咩都學，係唔中意學讀書做正經嘢嘅啫。
即係又係嘅，即係有時啲成日都好想學好多嘢。你好多嗜好㗎嚇，即係所以我問你有冇啲儲嘢嗜好，因為你咧，你個人係有啲咩都想收集，即係點樣睇嗜好咧？嗱，第一佢眉骨宴，所以佢兩個嗜好其實好多嘅。眉骨宴多嘅人咧，就係對好多嘢好有興趣，佢自己想掌握。所以變咗佢乜嘢都想掌握嘅，所以佢覺得佢呢種嘅眉骨上係唔中意求人嘅。所以咩都走去自己去研究一輪，即等於佢啫。佢覺得我想拍戲，不過我想自己知先。佢就幾年去咗學，所以就幾年就學演戲。調翻轉咁講，有啲咩學過嘅？問你啊。學過啊？古靈精怪嘅。學過彈琴咯，學過。彈到咩程度啊？上三個月都，真係純粹去好奇去試下。繼續講，仲有咩學過啊？學過配音咯，學過。學幾耐？又係三個月咯。繼續有咩學過？跟住啊，跳舞咯。跳咩舞啊？三個月啊。唔係老舞啫，唔係老舞嗰啲啊。土風舞啊，或者嗰啲叫 jazz 嗰啲啊，嗰啲又學咗一年半載咁樣咯。仲有啲咩學過啊？講緊先，你有好多啊，定乜？但係呢啲就係咩？呢啲就係嗰啲儲物癖啊！乜我都要學，不過學得唔多，買咗翻屋企先算。係都係有好多學嗰啲，即係呢啲興趣有好多學咗一段短時間，跟住就所以咪話你咩都學啦，係讀書啫嘛。讀書都細個嗰陣時即係讀，不過有嘅，不過係真係好力不從心啊！讀書係好辛苦嘅，成日覺得即係都有進修嘅。喂，你有冇啲機械嗰啲啊？真㗎？因為你啲要好靜喺度讀書啲咧，死梗咧就唔得㗎。你啲會喐手喐腳嗰啲咧反而得。而家我做緊嗰啲嘢係喐手喐腳，但係我從來冇去學過一啲 course 關於喐手喐腳咯。你咪讀啲機械啊？我冇，你嗰啲會好啲嘅。哦，你讀啲會嗱，點講有前途，梗係有前途 OK。嚇！唔好揀啲咧，即係配音香港人冇前途嘅。從開始，香港仲有啲咩？你話嗰啲跳舞嗰啲咧，都冇彈過。但係三個月彈琴有前途嘅，不過彈三個月就冇前途嘅。但我真係手指係剪骨頭啊，下彈唔到啊，真係。所以你唔係考反應嗰啲嚟㗎 ，OK？ 不問題就係你係讀嗰啲咧，係可以俾你諗下、喐下、整下反應，你都係分分識㗎啦。但係仲有你搞政治嗰啲嘢咧，都係唔揾錢嘅 ，OK？ 係啊。你唔係食政治飯嘅上格。係啊，我都要。反而佢有，因為佢好密，所以其實政治同宗教一樣嘅啫。所以佢有好密係咩意思咧？你閉即口關閉嘅時間咧，個口完全係鎖屏嘅。呢啲人就好受到秘密。人哋同你講嘅嘢，你一定好受到秘密。第二件事就係呢啲人唔輕易講出嚟，俾人覺得你係深思熟慮，係完全係經過係等於係聖經講嘅嘢一樣啦。咁所以咧，係啊，所以你咁講咪勁咯。但係佢啲唔係噶嘛，佢係又講唔係又講，係又學唔係又學，咁就冇咁大說服力啦。所以變咗咧。他就找他聊天，但他流於做一些低下階層的跑水工作那些，即是沒有人做企街站那些，這些對嗎？必到企街站沒有人看，第一想啊，哇，沒有你不行啊，然後就沒有了，你不是你講十句都認得一句很悶的嘛，他不是講十句認得十二句，那就多了。所以那些姐姐都說兩個小時，說五個小時都說到，因為為什麼？好反應啊嘛，你啲唔好反應就唔好講啦。咁但係調翻轉咁講，佢做政治死梗啦。政治係點啊？講多錯多啊。所以變咗佢不能從政，佢淨係可以企街站咁死啦。企街站揾唔到食噶嘛，所以佢嘢就做得多，但係錢又揾得少，咁咪揾自己笨咯。所以調翻轉，即係如果你真係想收入好啲嘅咧，你唯有投資你嘅工作。咁你的工作限於一啲會喐手腳嘅嘢。咁啊，你係整機都整相機啊，雖然相機係人工業嘅，或者整手機啊，你真係整呢個啊影印機死緊啊！真係好香啊，我都真係。即係你揾啲整嗰啲機會上升空間，大家有錢賺嘅，就唔好整啲冇錢賺死緊啊！夕陽工業啊，真係。同埋課程咧，識嗰啲唔使儲嘅，冇意思嘅。即係你話儲三個月跳舞，儲三個月學琴，儲三個月咧。
犀利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不如儲下啲，即係正正經經揾啲嘢讀翻一兩年，有機會幫你轉到工嗰啲。如果唔係咧，死緊！我見到你，你咁個面相起碼有四廿二歲。啊，四廿二即係幾年啫都。幾年啫 ，OK 嘅，但係四咪之後先。四廿二歲被逼洗牌就冇得做，跟住出嚟就係做。做送外賣咁都唔得啦，即係咪啊？嗰陣時冇話轉係，嗱我哋講啊，就話呢個種子喺度就四廿二歲係咪都逼住你轉嘅啦？係，不過轉之後轉好定轉壞咁解啫嘛。嗯，咁轉差咗你制唔制先？而家唔得啦。而家你而家唔夠使啦。係啊。再差啲點整先？真係。要啦，跳火圈啊！真係要。跳火圈你跳到咧，都揾到天堂嘅真係。跳火圈。但係你要揾樣嘢真係長時間啲撈啲嘅，而且咧你個格局就係好慘啊！你冇你點解咧？你冇諗住走動好多，你揾到錢。嗯。你個格局，你命格係要走動嘅。係。不過你嘅走動咧。第一，你記住啦，你係冇做生意命，你唔係經商之命，死緊，完全 feel 到呢個，死緊，你唔同佢，你係你第二，你冇投資嘅命格，係都係，你買股票咧死緊啦，係好在我未玩呢樣嘢，好啦，所以變咗咧，你係只能夠穩打穩扎，你啲錢係靠儲翻嚟嘅啫，好啦，咁你如果你靠走趯去揾嘅錢咧，好辛苦，所以你有機會做司機嘅其實，你有機會做物流嘅。不過嗰啲走嚟走去得個走字嘅啫，所以唯一可以令你揾錢嘅咧，反而你係揸住啲技術性嘅嘢。所以點解叫你讀書啊？咁解啊，即係你記住啊，讀啲管理啊、咩市場嗰啲啊，冇鬼用噶，你冇讀嗰啲啊，死緊啦。千祈唔好讀嗰啲啊！所以你只能夠讀啲咩？你啲技術性嘅技術性啊，用啲強即係鄰近地區常用嘅詞語就係。技術性含量比較高嘅 ，OK。係啦。例如啲咩嘢？如果有冇，即係或者我係有冇啲係適合㗎？你係要某啲，我唔知道，因為其實依家做機器維修嘅咧，都已經係好多相關嘅機器都係夕陽工業。係。所以你揾整車得唔得咧？車我諗車都少人揸啦，依家。車都越多人揸，其實一定有人揸車嘅，一定有人整車。喂，調翻轉講，你話做汽車。做開發研究嘅，唔係整架咩？咁多咩？冇啊！香港即係科學人工智能。佢做一啲咧，係關於即係可能需求會上升嘅。整手機咧？手機整手機都冇。手機啊！人工智能啦。都要諗下喎，有啲咩好做？第一，你阿師傅，你唔係我整飛機得唔得？整飛機啊！唔得，收我啊！整飛機。好 engine 底。所以都係我搞㗎啦，即係其實係咪嚟緊？如果咁樣講，其實我個命係好，又係繼續差落去嘅嚟緊係咪？嗱，唔係嘅，你四十二歲之後你有個運上翻嘅，不過問題是想還上上幾多？因為你權勢啊，你個權勢就一生你唔同佢個權高，佢權高嘅人咧一生會有揸大權嘅機會嘅，所以佢做到邊度咧都升到上去嘅。你唔同你個權勢點樣睇個權勢啊？點樣？其實唔識睇。飽滿啊！個權力飽，你個權得定嗱，呢個權笠曬佢噶嘛，笠噶嘛。好齊。你睇佢幾高？佢幾高？咦係喎。仲有啲不過呢邊高啲，呢邊低啲啦，關關事。咁佢係 bumpy 啫，即係講緊高低啫。呢度啊，好高。誒，但係佢抌曬，所以佢基本上咧都係跑腿工作嚟嘅。哦。唔緊要嘅，跑腿咯，唔好餓死得噶啦。咁但係問題你要好啲啊嘛。係啦。但係如果你有四廿二歲，跟住要當一個重新洗牌之後，咁其實嗰個有個小運，嗰個小運會係。我再講一次。人一生咧，我係講緊話啲事，我即上一集講過咧，就係有個種子喺度，種子係你嘅業，你嘅業力牽引，即係之前你種咗咩，我種如是因得如是果啊，個因係咁樣，但係幾時翻芽咧？你睇機緣。我已經見到你嗰陣時要洗牌嘅啦，咁依家你，但係你依家仲可以種將來嘅因嘅嘛，咁你依家讀書做得好啲，揾啲熱門啲行業，到時點都有份工打住啦。你唔係我依家做影印機，我睇住死嘅啦，我都繼續影印，影印到尾咁樣，咁梗係死緊啦，明唔明啊？即係依家你記住影印機，你明顯地啦，大家依家開始好多地方都唔用紙嘅啦，係啊係啊，係咪？依家你機場你就係 check in 啊。都俾人手機佢搞掂啦，所以你一樣，所以你見到做影印機其實係死緊。咁你冇喎，但係你唔走去做任何嘢，咁你都係種緊個因㗎。你種一個唔做嘢嘅因啫嘛。我哋解讀都係解讀你因點解咁樣。咁仲有你嘅眼神代表咩？你依家好多嘢無謂嘅嘢，嗱，即係唔好話無謂嘢啊，是理想嘅嘢係嘛？咁啊，
啱嘅，但係你淨係得理想嘅嘢，冇啲現實嘅嘢，咁最終得個咩結果呢？就只有理想而冇麵包啊！哦，凡事講平衡啦，啱唔啱先？所以你又要我就企街站同阿姐聊，每日講五個鐘，但你諗住第時有飯開，好難嘅喎，係咪先？你仲緊如是一就一定得如是果啦。啊啊啊啱啱合唔合理先？啱啱啊！所以你定時温唔温到食，其實唔係睇我嘅，係睇你依家做緊咩嘅。即係你就算點，你都揾翻門手命喺手，咁你都唔使啊。係咪先？即係調翻轉難聽咁講，你學補鞋啊。啊，第時你開間鋪仔，點都唔餓死一樣嘅啫。係嘛？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係基本嘅，但係當然啦，你係咪中意做補鞋，你自己決定。但係總之就係、是、總有啲嘢有需求嘅。不餓死的今天去做、就起碼你保障了自己先、但我又是沒有那些生意，即是我又不可以自己做生意了，是不是？小生意可以，大生意不好，即是手作仔收十元整條鎖匙就可以了。哦OK，但記住啊，不要想著跟你說華斯麗達簽了難共機會，這件事我只跟你說一下，我現在在美國有 account 呢，有$500,000，但你給$500,000我開返 account 呢，就一人就分配200。哦，那些當然不會啦。即你記住，現在這個是最明顯的騙局，有些騙局其實都說跟你搞，我都是一個，是的，有一個朋友今早才說開美容院，但我說你跟你親戚開美容院，你得他賺錢，你不賺錢的喎，因為經常都事情都報大數，這樣而已。最後就關美容院蝕錢，但我親戚就 很富貴。咁你啲容易有呢啲機會，同埋咧，你太多無謂嘢綁住你，所以你太多無謂嘢綁住你嘅時間，你好難有心思去做其他嘢。所以你諗下邊啲嘢真係需要你做，邊啲唔係需要你做。你做銀行食下 say no 嘅啫。耳仔完。係啊，真係唔係好識 say no 嘅，真係。所以變咗有時同你講乜都好，好得兩好又就死嘅。啊，都係係呢個係，我都喺度反省緊啦。即係乜都係好嘅時候，真係好難搞。所以你抽翻啲時間出嚟學下嘢㗎，你為將來打算下㗎。如果唔係，到時我驚五年之後同你講，或者七年之後同你講，你都係咁樣做死㗎啦。我做緊邊行？做緊印機。唉，咁啊係啊，但係我譬如有冇啲即係啲即係除咗整嘢之外，有冇其他即係會喺個面上睇到係適合我做嘅？有邊行最適合佢啊？有冇或者比較適合啦？因為你腦係死㗎啦，你純粹講即時反應，見到粒螺絲甩咗，你就上翻螺絲；見到啲咩整翻，即係你比較唔係啲長遠策劃型嘅人。你係做分析。情況現炒現賣，呢個市場觸覺好，我都係壓死人，市場觸覺好。但係對於啲長遠諗嘅嘢唔得，咁所以變咗你都唔係一個長遠嘅人。咁所以變咗你要學嘅嘢就只能夠嗰啲所謂可考即時反應好技術。A 就整 A，B 就整 B， 咁就好啲。如果唔係你按你咁樣嘅面相都係，即係其實相好似好差咁樣。唔係你成日話你做啲唔啱你做嘅嘢。哦、OK。係咪先？你起碼都有寫下嘢啊！起碼我都話俾你聽，你分析力強㗎。寫嘢會唔會可以幫補下咧？我月津啊！我話咧，香港做寫嘢嗰啲咧，都十個有九個半。你仲要寫啲反政府嗰啲添？都係冇寫喎！你唔好搞我啊！除非你去啲唔係反政府嗰啲咯。如果做啲譬如網上買賣嗰啲又 OK？ 我都話你唔係做咩嘅嘛？都係。唔係做買賣嘅，好慘啊！死人，好灰心，好灰心。講過話唔好做買賣，咁點算啊？死我點乜都唔做得咁。再講一次先，我話做啲咩話？手作仔啊，手作技術含量要啦。有啲技術唔係，其實而家都好興好多 handcraft 嘅嘢啊。即係其實好多網店都係賣緊自己手作嗰啲嘢㗎。哦。即係我啲自己研究啊。係啦。我研究下。你睇睇啦。機械大幾年。即係而家你好多機械都。即係飛刀啦，咁其實手作都越嚟越多需求嘅，即係譬如手作曲奇又好，手作鎖匙扣又好，佢未有賣走嘅。轉頭你問下呢個係博士嚟㗎，嚇少嘅，好啦，咁因為我哋都係咪時間差唔多啦？我哋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喂，你如果你唔夠喉，可以再上嚟嘅，其實夠啦，佢覺得我夠啦，頂唔順咁多啦，係咪？所以我咪話，其實係咪真係有啲咩你想聽唔想聽咧？都唔緊要，我哋可能撈完機之後再講。可以再討論下。好嘅。咁我哋三節就。咁就
下次再見噶咯喎。係啊，咁希望所羅門同埋下次諗住講啲咩啊，師傅？有佢出路。唔係，我等一如既往啦。我話咗俾阿 UQ 聽嘅，可以上訴嘅。你兩個聽完之後，有問題可以再上嚟上訴。好，翻嚟諗一諗先啦。係啦，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喎。好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。好啦，拜拜。燒串燒遊戲就玩得多，但是要燒出真正令人回味的串燒絕對不易的。位於尖沙咀柯士甸路的打藤串燒，雖然店仔細細，但是勝在食物種類齊全，有成60多款那麼多，所有食材都是當天新鮮採購，加上用了不同的天然香料，無添加任何味精，每一口都吃到食物原有的鮮味，而且每款串燒都是即叫即燒的，口感 juicy， 絕對一試難忘，是不是聽到都流曬口水呢？打藤串燒還由下午5點開到凌晨3點的，現在 MIHK.TV 會員去打藤吃串燒還有9折優惠，快點約埋3、5知己來晚飯宵夜探飯串啦。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，現在上來這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們8大頻道，付费之后还可以重温所有精彩的节目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和赞好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啊。